欢迎收看凯盈科技 Meeting Post Plus 系列教学影片。本章我们将介绍如何设定账号与启用凭证。账号设定。至系统账号，您会看到新增按钮及一个系统预设 Administrator 账号，此账号为主要管理账号，无法被删除。初次使用建议修改 Administrator 的密码，点击右方图示进行修改。账号建立无数量上限，点击新增按钮，输入账号与密码，授权此账号至少一个系统或会议模组的存取权限。若您想再次修改账号的密码或权限，一样点击右方图示进行修改。您也可以点击账号名旁边的备注字样，编辑账号的叙述。若是想删除账号，点击右方图示删除账号。启用凭证。至系统凭证，请确认您的网络连线正常，因为凭证需要经由网络认证，输入序号，点击启动按钮。如未启用凭证，可连线一间会议室，试用90天。针对特定功能的详细说明，请观看其他教学影片或点选各功能页上方的线上手册。订阅凯盈科技的频道，即可获得最新的产品资讯。感谢你的收看，以及选择凯盈科技。